好了，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0，28936的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 Good morning， 欢迎收看收听我爱纽西兰，我是 Andrew 安德鲁。大家早上好，我是豆柔。又是一个星期开始了，哎，这个星期呢，有一些孩子们已经是放假了，嗯，是不是？所以今天在播报路况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出来小朋友放假到底对我们的生活有没有改变了。我肯定会有改变。您两个女儿都放假了吗？放假了。啊，那怎么样？安排什么样的生活给他们呢？单到天空啊，在家里。他们放多长时间呢？都哇，这个假期很长，从这周开始，其实很多私校更早，上周就开始放假了，然后一直持续到有的是一月底，有的是二月初，基本上在二月份以后了，就是一个半月的时间。一个半月哦，对，二月初啊，现在都是你看，都12月17号了。那怎么办呢？孩子们有安排一些什么样的活动给他们吗？啊，安排了。基本上就是家里都活动，开玩笑了。这个反正是假期很长，还是要把小朋友们安排的稳妥一点才好。是啊，就是不要让他们整天待在家里打这个打游戏嘛。当然很可怕的，嗯嗯。OK， 好，很好。那么估计很多的朋友呢也是忙。哦，我最近我身边好多的朋友已经是回去他们的原居地。对，度假了。因为这个假期时间很长，所以是一个蛮好的可以选择到原居地的这样的一个日期。但是如果是中国的话，天气又不太好，冷，听说是蛮冷的啊，也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是了啊，接近年尾嘛，新年是明年的二月份，对，下个月的19号咱们有活动，是1月19号，我们有猪年的新春花，是一年一度的这个盛事。对，在这里提醒大家啊。在过去我们也是不断的提醒，不过我们接着下来也要不断的提醒大家，1月19号星期六，在这一个西区的，对 ，The Trust Arena，The Trust Arena， 好，那么首先先来看看这个天气，这个天气呢，因为我这个周末我去了这个 Tauranga， 能看出来气色都变得不一样了，没有，黑了，是黑了。其实这个黑跟我那没去那边怎么晒太阳，不过那边天气真的是非常的美。是去之前呢查了查这个天气预报，还蛮准的啊，就是说Tauranga的天气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奥克兰好像是一般般吧。还行，它除了这个周五还是哪一天的晚上闪电打雷比较多以外，白天还都是蛮给力的，都是一个好晴好的天气。Tauranga的这个阳光非常的好啊。好，我们来看看呢这个未来包括今天在内的未来5天吧，这个天气情况。那么今天明天基本上也就差不多啊，都是多云，偶尔有阵雨，然后呢部分地区呢也有太阳。那么今明两天的最高温呢都是在25度，最低温呢今天是16度，明天是17度。那么到了星期三呢将会是一个阴天，非常的多云，气温最高23度，最低16度。我们看看星期四呢，也是最高温23，最低16，不过呢有阵雨。到了星期五的时候呢，我估计呢很多的朋友星期五呢也无心恋战了啊，基本上呢这个 holiday mood 呢已经是降到这个头顶上了，那么都已经准备呢要度这个圣诞节嘛。下个星期一我估计很多的朋友都会请假了啊。下个星期一是24号啊。对啊，24号我们会上班嘛，我们还是要继续，对不对？可是我估计很多的朋友24号呢都会已经呢一早呢向公司请假，哎呀不舒服，连休一下吧，对，然后呢在那24号是星期一，25、26休息两天，然后接着下来星期四星期五再请，所以说你基本上请3天假，你就可以从呢这一个星期六，我们就当做星期五不请假，星期六一直请到差不多有10天呢。对，那我建议你要不然再把下个星期一31号一请吧，那个时间就更长了。对，你这个建议蛮好的，可是我们办不到，我们两个人还是必须在这边啊。好，那么到了星期五呢，我们在这里告诉大家啊，也是有个阵雨的那么一个天气，气温最高23度，最低16度。今天的阳光紫外线指数又是如何呢？相当的高啊，在这里打开给大家看看。那么如果是在无云的状态之下呢，在下午的差不多1点钟会来到12.3左右啊，12.5左右。那么如果是有云的话呢，也差不多接近12，最高值会在下午的2点钟。所以说1点到2点啊，这一段时间呢是
这个阳光紫外线最猛的这个时段，在这里提醒大家了。好，那么这些都汇报完毕了。今天早上第一则的新闻带给大家的是这一则气候。嗯，我要在这个周末啊，在这个周末呢，也在这个波兰呢啊，有那么一个波兰的这个地方呢叫做卡托维兹啊，那么是有着第24届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那么有差不多接近200个国家。在昨天下午呢看到呢，就是说呢这200个国家呢基本上呢是达成了一个共识。嗯，那么我们的气候变化部长呢 James Shores 呢他也有出席，他表示说呢这是一个突破。这共识是什么呢？基本上呢就是承诺啊要落实这个2015年所签订的这个巴黎协定嘛。啊，是的，我们知道这个环境问题和整个环保的问题不是某一个国家的，它是一个全球性的大问题，而且现在已经越来越提到一个关注的日程上。如果说2015年签订的巴黎协定是告诉我们想要做些什么的话，那么这次这样的一个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规则，就是说我们要去怎么做的一个概念吧，更具体一些了。那么本次的这样的一个签约国呢，有将近200个国家的代表参与其中。那么其中呢，刚才 James Shaw 也说到了啊，是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另外他也是这其中部分会谈的一个推动者。那么这次签订呢，就确定了到底如何去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一些具体的规则。是，天气出现变化呢，我觉得这已经是不需要去争议的事情。对啊，海水呢这个不断的上升啊，也使到了一些岛国呢，是甚至一些非常小的一些岛国呢，甚至是面临呢，就是说有一些估计呢再过几十年可能这些岛国呢就看不到了啊，都被海水呢给淹没了等等。可是一直以来呢，科学家们对于造成这个气候变化到底是不是人为的啊，包括了发展工业等等这方面的争议呢，一直是不断的。是，其实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科学研究的领域说，认为至少特朗普这一派是这么认为的。他认为极端天气和人为活动没有太大的直接关系，是本身一个自然的这种多少年的一个轮回的概念。是，他当然这么认为了，所以说他退出了，较早之前退出了巴黎协定。那么这一次呢，当然啊，他也不去凑热闹啊。那么这一个这个第二十四届的这一个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呢，那美国也没有出席，没有参加。嗯，不过有差不多接近200个国家，这200个国家里面呢，有大有小啊，有发达国家，有发展中国家。那么如何去落实每一个国家都能够呢，就是说付出应有的这一个责任，来控制这个温室气体的这个排放。这方面确实是有一个难度的，尤其是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既然这个国家要发展，要工业化等等呢，就难免呢会造成更多的这种环境的污染。当然我们会说啊，尽量的去控制吧，不过尽量的控制有时候说起来容易啊， easier said than done， 可是真正要做起来呢并不是那么容易，而且又要符合这个新定下来的这个标准等等，非常的困难。是，那其实我们知道在签约国当中比较难的，难度大的，碳排放量最大的，像是中国和印度也都进行了签署。其实是不是花钱就可以买那个量啊？那个是一个 credit， 那个 credit 可是现在没什么人来说了，没什么来说。这个我们叫做 emission trading scheme， 纽西兰也有这个 emission trading ETS 啊，这对就基本上就是说给每个国家一个 credit 啊。那么如果呢，你能够把你的这个温室气体呢是控制在某一个阶段里面，你有剩余的，你可以把它卖给别的国家。是，可是这方面这背后很复杂，非常的复杂。到现在为止呢，很多人都搞不清楚，包括安德鲁我自己本身也搞不清楚，到底呢每个国家的限定的这个 ETS 呢到底有多少，而且用什么样的价钱卖出去啊？这个确实是蛮难理解的吧。Anyway， 那么基本上呢，这一个第二十四届的这个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呢，就是说啊，这么差不多200个国家呢，基本上在这方面达成了共识，也设立了一些时间表，包括了就是说要在某某年要将这个全球的这个温度呢上升呢控制在2度以内。是啊，
可是能不能够做得到呢？不得而知啊。其中有一点说的是，2020年之前啊，减少排放啊，增加这个承诺啊，这是一个，还有增加透明度啊等等方面。是。OK， 好，就那么则新闻先告诉大家吧。接着下来我们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呢、啊。接着下来为大家准备的是这一则新闻呢，是我们的奥克兰市中心。在这里先告诉大家，在本周四，在 High Street。将会呢完全禁止车辆的进入，这是一个实验性的。我对路不太熟 ，High Street 是不是跟 Queen Street 平行的那条很窄的道？你这么一问呢，我本来一直以为知道的，后来呢想想呢，好像又不太知道。其实 High Street 是怕旁边有一条路，旁边有一条路。这个路呢当然没有昆水来的那么的繁忙，对，不过呢也有很多的这些商店，商店林立。那么在本周四呢，在 High Street 呢将会是一个实验性的，由我们奥克兰市议会一致通过啊，就是说要试试看，在星期四就那么一天，如果是完全禁止车辆的进入，而且不要忘记呢，星期四晚上呢在市中心也是这个 late night shopping 嘛，就看看呢会不会呢，就是如果运行的还不错的话呢，那么在将来呢非常有可能包括了皇后街在内呢都会逐步的啊逐步的出现呢这个就是说禁止车辆的这个步行车辆。我们所谓的禁止车辆呢还是有某一些车辆可以进去的啊，一些必须的，比方讲说公交车啊，或者一些必须的紧急救护车啊等等的，这些还是能够进去的，一般的私家车就不被允许了。对，那奥克兰的市议员呢在上个月的时候一致投票赞成进行这样的一个步行街的一个试运行的活动，那么在12月20号的晚上来进行。那么另外呢这个计划委员会的主席也说到，这样子的一个试运行一个无车的商业街会让大家感受到一些来自于未来的那种味道和感觉。是，那么其中一点呢最主要呢就是说希望通过呢这一种的这种项目计划呢能够鼓励更多的人使用公交车啊步行啊或者是骑自行车。那么当然不要忘记了，现在在市中心呢到处都可以看到呢这些 scooter， 这些叫做电动踏板车啊。估计那我其实我原则上我是支持的，是原则上我还是觉得呢，就是说，尤其是皇后街 Queen Street， 它已经是没有空间给它扩张了，除非你把旁边的这个店铺全部拆掉，对不对？它的道路就是这么窄，那你要一般的这个私家车、还有摩托车、还有这个巴士要抢道，窄窄的就顶多是两条线。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如果把它全面的成为一个步行街，让更多的包括的游客在内也好啊，能够呢就是说，而且呢那么在这个步行街中间呢也可以有更多的这个小摊子啊怎么样呢，使到呢整个这一个市中心的这种商业活动呢更加的热闹。对，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对，很多全球各地的一些大型的旅游城市，他们这个市中心的这个商业步行街倒不一定是路面多宽的，它只是在实行进行之后呢可能中间会有一些花卉啊或者之类的摆放，就整个感觉就一下好像就安静下来，然后就更繁华的感觉了。而且在较早之前呢，当然也有一则新闻是说到了奥克兰市中心的这个空气的这个污染其实还算是蛮严重的，因为呢旁边都是一些高楼大厦啊，那么空气本身呢就已经不太流通，再加上有那么多的这个交通工具往来啊，造成这种废气啊。那么如果真的是让别的街道，我就不说，就皇后街吧，皇后街如果整条皇后街呢基本上能够成为步行街的话呢，我觉得也算是一个蛮有特色的。是啊，那么当然也可能改善这个空气的这个污染的这个程度。OK， 那么在这里先告诉大家，本周四在 High Street 他们会实验性的推出，看看这个结果如何。如果是结果是不错的话呢，民众们的反应挺好的话呢，那么在估计在明年开始吧，会逐步的让这个奥克兰市中心的一些主要街道呢成为步行街。对，我觉得挺好的，让大家去感受一下这个礼拜四，先看看如果是步行街的话，你是不是能够适应这样的一个状态。可是怎么去这个步行街呢？不是，它可以有一些外围的地方达到呀，坐船啊我觉得这就麻烦了，我是不会去凑这个热闹的了啊。其实一般来说，你平时没有什么特别的需要，
也不会到这个市中心。你上次到市中心是什么时候？大概几年以前了吧？不是，圣诞大游行你去了。啊，对对 对, 对不对？被抓住了。我上次真正的到这个，我也是前几个星期也去过。嗯，不过你找这个停车位怎么挺麻烦。他真的就是去那儿办完事就走的那种，基本上不会留下的。如果你一般来说，我们生活上的，比方说处理银行的业务啊，或者是购物啊，现在每一个住宅区都有了嘛，对不对？好。好，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5，要不我们先进一段商家和介绍。好，回来之后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 Rocket Lab 啊，这个发射火箭的这家公司，昨天是成功发射了。那么另外呢，也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威灵顿。除了奥克兰呢，我们有步行街之外呢，威灵顿呢，在这个公交系统方面呢，也做出了一点点的改变。我们稍后回来。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Jerry Kitchen and Bath 全纽最大实木橱柜厂，为您提供一站式厨卫整体购物平台，把生活过成艺术，让艺术走进生活。房市平淡，捡漏良机。金松鼠信贷，新西兰最大房地产贷款公司，为您专业指导，为您提供资金。免费热线0800666969。一中教育以人为本，定制化教育，专业造就卓越。专业造就卓越。新西兰传奇酒业，一通电话让您尽享天下美酒。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50，欢迎大家再度回来。我爱纽西兰啊，看着看着呢，我自己先看着这个视频呢，我自己觉得自己蛮黑的啊。好，没关系，黑就黑吧啊。这是度假了人才有的感受。本来就不白啊，今天呢，不过为什么？是不是因为颜色方面呢，就特别的看起来就比较黑啊？好，我还是安德鲁啊，希望大家。我以为我换了一个人。好了，那么接着下来跟大家来说说这一则新闻 ，Rocket Lab。OK。这个火箭发射公司呢，已经是大家应该是蛮熟悉的啊。在今年呢，活动非常的多啊，而且呢，在较早之前呢，第一次的这个商务的这个发射活动呢，是成功的展开之后呢，那么在昨天呢，其实在下午2点多的时候呢，我看到消息呢，估计啊会在5点钟过后，会天气情况允许。对，那么会真正的再一次第二次进行第二次的这一个我们叫做商务活动的这个发射。嗯，那么后来呢，确实是成功发射了啊。嗯、那么有些朋友呢，也能够通过这个视频呢，看到整个发射的一些过程。是，其实，在上周的时候，我们就曾经说过，它要第二次发射，而且是第一次和美国的 NASA 航空航天局合作的新闻。可是当时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天气原因，天气不好。对，那么在经过了这几天的天气观察之后，终于在昨天下午发射成功了。那么这次的发射叫做Elena 十九，这个火箭啊 ，Elena 十九，而且搭载呢13枚的这个美国太空署的这个人造卫星。这卫星不大，都比较小型的。这个 Rocket Lab 呢，它是搭载呢这个比较小型的一些商务用的这个卫星呢升空。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有那么多的卫星啊。那么我们来看看呢，就是说这十三枚呢，就是顺利的根据在这从这个Mahia Peninsula 啊，马歇半岛发射，然后呢是顺利的，而且是昨天是非常顺利的发射升空，然后呢就是搭载的这个13颗的这个人造卫星，而且呢有一些呢它叫做这个 Cube Satellite，应该是其中有10枚是属于方块型的，立体的那种的吗？卫星都立体吧你有人造卫星不是立体的吗？当然他是我看了，我的理解是方块型的，其中10个是哈啊，10个是方块型的，他们是进入了这个地球呢这个低轨道运行啊。那么而且呢，就是说根据这个新闻的报道啊，今年呢2017年的时候呢，其实呢全球呢是有差不多83次的成功的这个发射。那么这一次呢，这个 Rocket Lab 呢在昨天成功发射完之后呢，哎，他们从明年开始呢动作会更加的频密。2019年他们预计呢每个月
都会发射一次，每一次都会搭载呢好几枚的这个人造卫星。嗯，然后到了2020年呢，如果一切进展顺利的话，每一个星期发射一次。嗯、是，那么这次发射这个是17米高的一个火箭，17米是不是就很小型的概念啊？17米还可以了，17米还17米都有，哦，17米都有差不多3-4层楼那么高了。有了，一层楼我们差不多4米来说吧，四米左右吧，那对啊，有4层楼那么高了，还算是不错了。对，但现在就是大家有关注的点是，之前的新闻当中说到的是纽西兰的公司，但这次我们看到新闻当中说的是 US 的。其实呢，甚至是到昨天，Radio New Zealand 呢还是说 New Zealand Company， 嗯，可是 News Hub 呢是用 US Company， 嗯，那么到底是 New Zealand Company 还是 US Company 呢？其实呢，严格来说呢，是美国的公司，因为它的资本主要还是来自于美国。它的这个公司的创办人是纽西兰人，他的名字叫做 Peter Beck 啊。那么他在2006年是创办了这一家 Rocket Lab， 那么之后呢，就是跟美国呢密切的合作，获得了在2010年的时候呢，曾经获得美国政府的合约。那么之后呢，分别在2013、2014以及2017年呢，都获得了美国的一些资本的这个注入。嗯，纽西兰可能在这个钱的投入方面呢，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去承担那么一间公司。所以说，从美国方面，美国有很多的这些基金啊，有很多的这些科研的这些基金啊，他们愿意投入。那么在这方面的投入给这一家 Rocket Lab， 所以说你说它是美国公司还是纽西兰公司呢？严格来说呢，应该是属于美国公司。那我们的优势就是这个地方是比较上空比较容易发射出去和。我估计是吧？我估计是啊，南半球啊，在这个位置，在这个 Mahia Peninsula。那么 Rocket Lab 呢，是在今年的10月份呢，曾经他把他们的这个总部呢是搬到了这个 Mount Wellington， 嗯，离我们这边不远。是。嗯嗯 ，OK， 好。那么就是那边则新闻跟大家说完了，那么接着下来呢，再告诉大家另外一则新闻吧。这则新闻是我们的首都威灵顿啊，今天早上一大早呢跟大家说的基本上呢都跟这个交通啊运输方面有关系的。对，我们要看到的是惠灵顿将会成为南半球首个来通过全电动客运渡轮来运输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应该说他们未来会设计希望能够直接的从这个惠灵顿的 CBD 城市中心一直到机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电动的渡轮在未来实现。是，那么目前呢他们说这个大家现在在视频上所看到这一艘渡轮呢，其实并不是那一艘啊，只不过这一艘渡轮呢，大家在视频上看到呢是全球第一艘的电动化渡轮，不是我们已经上路的那个。不是、okay ，这一艘呢即将要上路的这一艘呢是投资400万啊，其实并不是很大，19米长而已，那么呢是不过它是全电动化的，全电动化呢这个在南半球呢将会是第一艘，对，那么。而且呢是在首都威灵顿呢建造的。是，那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比那种常规的渡轮来说，没有像是一般的那种柴油引擎发动机那个轰鸣的声音，然后特别安静，这是它最大的优势。另外当然就是还有环保方面的优势。那一次可以搭载到的乘客多达140人，多吗？还不错，还可以吧，140人啊，以一个开始的阶段。那么这个电动渡轮呢投入服务，它的目前是从市中心到这个 Eastbourne 这个地区，那么在未来呢他们是希望呢从这个市中心威灵顿的市中心呢直接到机场，如果能够的话呢，也就表示说住在威灵顿市中心的一些包括一些政客啊，也能够搭载这个渡轮20分钟就能都到这个威灵顿的这个机场了。是，但如果这样频繁来往的话，他说到这个充电的问题是，只要是在夜间充电就可以，或者是白天还有快速充电，半个小时就可以吗？这个叫做 supercharger， 他们就是说快速的补充一下电力，那么就能够正常的运行。那么预计呢，这一艘电动渡轮呢，将会目前啊，将会再配合现有的2艘的柴油的渡轮啊一起投入服务。那么逐渐的，我们都知道这些柴油推动的这些交通工具呢，
逐渐的都会被淘汰了，在未来。所以相关的工作人员也说，说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电动渡轮的推出不是起点，不是终点，而是起点。那未来呢还会有更多的发展，而且他们预计在未来呢还会让，就是因为通过这样一个渡轮上班下班或者到其他地方之后，搭载乘客可以让将近150,000辆的车从这个公路上慢慢的离开这样的一个公交路。还不单只是这样呢，还是什么？这家公司叫做 East by West。这家公司呢，目前呢、已经是获得了澳洲的一些呢投资人的这个青睐。他们有可能，他们也表示说，哎，有可能要把这个资金投进去呢，让这家公司能够进一步的扩大发展这个电动渡轮。那你赶快到奥克兰来啊！我们的渡轮不是比那儿还多吗？是的，是的。哦，我们这边对啊，对啊、，Devonport 到什么到这个市中心啊，还有西区 West Harbour 啊、还有这一个东区也有，是不是在 Half Moon Bay 那边渡轮 ？OK，、好。那么就是那么一则新闻告诉大家。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58，接着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中旅的旅游信息，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好，一起来关注中旅所提供的最新的一组旅游方面的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中旅的全国免费咨询电话是0800-287-888。是的，接着说，谢谢。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特价奥克兰基督城出发，前往中国各地的主要城市，经济舱纽币400元包税起，出发日期涵盖到2019年的上半年，详情可以咨询0800-287-888。另外，南岛7日的仿古风情游每周一固定出发，纽币1699元每人起。圣诞南岛的全包团包含往返的机票，全包。省心，喜羊羊假期真正的每周7天，天天出发。另外还有伊比利亚半岛重回大航海时代之旅，有西班牙、葡萄牙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三国的18天深度游，2019年4月12号正是黄金时节扬帆启程，纽币7699元每人起。详情可以咨询中旅的免费电话0800-287-888。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Jerry Kitchen and Bath 全纽最大实木橱柜厂，为您提供一站式厨卫整体购物平台，把生活过成艺术，让艺术走进生活。房市平淡，捡漏良机。金松鼠信贷，新西兰最大房地产贷款公司，为您专业指导，为您提供资金。免费热线0800-666-969。一中教育以人为本，定制化教育，专业造就卓越。由 KVB 昆仑国际特约播出，全球外汇交易 KVB 昆仑国际。听众观众早上好，欢迎关注这一刻的新闻。今天是2018年12月17号星期一，农历11月11。奥克兰天气今天晴间多云有雨，16度到25度。今天的日出时间清晨5:57，日落时间傍晚8:37。奥克兰港口的满潮时间今天凌晨3:01，以及今天午后的3:34。我们来关注两条国内部分的新闻。一个正在酝酿的银行新规有可能导致借贷成本大幅增加。储备银行近日发布了《银行资本金管理新办法》的公共咨询稿。根据新的办法，商业银行的资本金水平将大幅提高，几乎是原有的一倍。储备银行表示，新规的目的是维护金融稳定，对商业银行的影响还有待观察。目前，不少的银行的储备金已经比现有的要求要高了。储备银行估计，新规将会导致各个商业银行需要增持20%到60%的资本金。不过，新办法确认了一个5年的过渡期，以减少对市场的冲击。除此之外，储备银行也表示，尽管借贷成本会因此增加，银行股东的短期利润会减少，但是一个长期稳定的金融环境最终会让银行和借贷者受益的。新的办法公开咨询的截止日是2019年3月29号。为了阻止潜在的帮派成员在南怀卡托地区设立总部，近日当地的议会花费了23万纽币购置了一处房产。据介绍 ，Tokoro 居民担心当地的一处在售物业会成为著名的黑帮 Headhunters 的总部，所以市议会一致投票决定购买下这处房产。
虽然还不知道购置之后该如何处置，但因为一所小学就在马路对面，而民众们不希望在社区里有更多的帮派活动。市议会的工作人员表示，截至目前，纳税人对这一行动均反馈表示支持。以上新闻由窦荣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由 KVB 昆仑国际所带来的最新汇率。纽币对人民币买入价4.6649，卖出价4.7963；纽币对澳元买入价0.9434，卖出价0.9533；纽币对港币买入价5.2899，卖出价5.3421；美元对人民币买入价6.8812，卖出价7.0200。置业换汇跨境结算，首选 KVB 昆仑国际，中文直线电话09359-8985。人见证过的欧洲品牌质量。好的，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8:11，欢迎大家再度回来，我爱纽西兰。在跟大家分享国际新闻之前呢，这里还是要告诉大家，李氏兄弟地毯地板的选购地毯哪里走，李氏地毯解您愁。为了庆祝李氏地毯地板在纽西兰最大品牌地毯对奥克兰几百家销售商排名之中，今年再次的荣获前三桂冠。那么李氏地毯地板呢，是特别推出了他们的特色酬宾活动 Lee's Carpets。 他们的电话是2738899，2738899。好了，那么接着下来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呢，在上周五啊，在国际方面的股汇市的一些行情。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呢，股市表现都不好，三大指数呢在欧洲方面呢都是低收的，幸亏呢就是这个跌幅呢不算是太大。德国 DAX 指数呢收市报10865.77点，下跌了58.93点，跌幅是0.54%。英国富士指数收市报6845.17点，下跌了32.33点，跌幅是0.47%。法国 CAC 四十指数收市报4853.70点，那么跌幅呢是0.88%，或者是43.22点啊，这个跌幅。那么造成这一个欧洲股市的这个下跌呢，目前根据 CNBC 的这个报道呢，就是还是担忧呢全球的这个经济增长方面的一个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呢，上周的美国的股市收盘呢，这个跌幅呢就非常的大了啊。那么我们来看看道琼斯工业指数呢，收市报24100.51点啊，下跌了496.87点，跌幅是超过了2%，达到了2.02%。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收市报2599.95点，下跌了50.59点，跌幅呢也高达1.91%。而纳斯达克方面呢，收市报6910.67点，下跌了159.67点，跌幅呢是高达2.26%的。OK， 这个目前呢，我们所看到的这个道琼斯呢，这个指数呢，基本上已经是来到了今年五月份的这个低点了啊。那么纽元对美元呢，在外汇市场的表现呢，那么大家看到的是在上周五的啊，在这个1天24小时之内的变化。那么在上周的时候呢，是曾经呢是来到了0.685860左右的那么一个水平，那么之后呢就出现了下跌，下跌完了之后就打着横向的方向发展。那么在上周五呢，收市报是0.6791啊，0.6791。我们说的是上周五，其实纽西兰时间是上周六，上周六的早上10点钟左右收市，0.6791。那么美元对日元呢是在113.403。黄金的价格是在1238.91美元一盎司的，油价方面基本上是企稳在51.483美元啊一桶的。那么在上个星期五呢，纽西兰的股市方面的表现也不好，NZX 50指数收市报8722.51点，下跌了70.66点，跌幅是高达0.8%的。那么在稍后呢，差不多在10点钟的时候呢，我们才会重新看到呢纽西兰的股市以及呢在汇市方面呢会重新开启的啊。好了，那么说完了这一个财经方面的信息之后呢，接着下来带给大家的是其他的国际新闻。我们来看看第一则。那么今天早上带给大家的第一则国际方面的消息呢，是美国贸易代表署公布
押后向进口的中国货品加征关税，原定呢明年的元旦开始把2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税率呢增加至25%的措施，会延至明年的3月2号才会生效。那么中美元首同意贸易战停火90天之后呢，两国的贸易关系是有缓和的迹象。那么中国宣布呢，明年的元旦开始呢，暂停向美国制造的汽车以及零部件加征关税3个月。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网站上贴文，指因为与美国打贸易战，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远低于预期的，又指中国暂停向美国加征关税，并希望与美国达成一份重大以及全面的贸易协议，他相信可能会很快的实现。是的，我们再来关注中美之间的关系啊。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公布了特朗普政府的新非洲战略，批评中国和俄罗斯在非洲的掠夺威胁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那么在北京方面，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则回应称，美方的表态想的不是非洲，而是中国和俄罗斯，所以到底是谁在为非洲谋福祉，谁在非洲是另有所图，公道是自在人心的。陆康表示，中方将继续秉持着真诚、亲诚理念和正确的毅力观，加强与非洲国家的友好互利合作，特别是会加强双方对接，扎实推进落实2018年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和中非领导人的共识，推动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而不断地去向前发展。好，另外呢，我们看看美国继众议院之后呢，参议院也是通过了西藏旅行对等法案。那么根据法案呢，对于拒绝让美国外交人员、记者和旅客进入西藏的中国官员呢，华府可以禁止他们取得美国入境的签证。在北京呢，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批评美国国会粗暴干涉中国的内政，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是坚决的反对，已经向美方提出了严正的交涉。陆康重申，西藏的事务呢是纯属中国的内政，不容其他的国家干涉，外国人进入西藏可以通过正常的渠道来办理。那么陆康敦促美国行政部门立刻采取有效的措施，阻止法案签署成为法律，以免严重的损害中美关系和两国在重要领域的合作。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以色列方面的问题。澳洲政府最近表示说，承认西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不过总理莫里森也说，暂时不会将澳洲的大使馆搬到西耶路撒冷，等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达成和平协议再做考虑。莫里森强调，澳洲赞成巴勒斯坦立国定都东耶路撒冷。他又说，澳洲会在西耶路撒冷设立一个贸易办事处等设施。那么最近呢，以巴之间的关系也是持续的紧张，以色列士兵分别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与巴勒斯坦的平民发生了冲突，一名巴勒斯坦人被打死，过百人受伤。以色列的军队在约旦河西岸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捕行动，并且多次进入到巴勒斯坦的总统府所在地拉姆安拉来开展相关的行动。好，接着下来我们看看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府呢，再度的有人事方面的变动。内政部长呢，金凯宣布将会离任，是继白宫幕僚长凯利之后呢，第二位离任的阁员。那么特朗普未来在一个星期之内呢，将会委任接任的人选。57岁的金凯曾经在海豹突击队服役，做过蒙大拿州的这个众议员。那么在去年的3月起呢，出任内政部长。他最近呢是卷入了多宗涉嫌违反道德操守和潜在利益冲突等等方面的争议。特朗普政府呢近月已经有多人离任或者是将会离任了，包括了白宫幕僚长凯利、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司法部长塞申斯以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的主席邓福德。很多人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关于这个美国非法移民的新闻。有一名7岁来自危地马拉的女童，本月初呢随父亲经墨西哥非法进入到美国，然后在新墨西哥州的边境被拘留期间发烧呕吐，最后导致死亡。那有美国的官员指出呢，女童在抵达边境之前已经好几天没有进食水，也没有进食了，所以怀疑是因为脱水和休克导致的。而女童的家人呢发表声明反驳，
强调女童的爸爸在旅途上一直都有照顾女儿，而且批评美国当局要求不懂英文的女童爸爸签署了多份英文的声明，以至于到了如今还没有公布女童的验尸报告。那事件呢，也引起了外界的再次关注，美国应对非法移民的这种强硬的政策，国土安全部门已经打算展开一个内部调查了。好，我们再来看看欧盟领袖呢，是结束了两天的峰会，多个成员国领袖表明脱欧方案没有修改的空间。亲自到布鲁塞尔谈判的英国首相特蕾莎将会空手而回的。那么英国《泰晤士报》报道呢，特蕾莎的内阁多名成员认为呢，特蕾莎的脱欧方案已死，那么正在讨论一些替代的方案，包括就脱欧举行第二次的公投。特蕾莎表示，虽然欧盟领袖拒绝再谈判脱欧协议，但是仍然是有可能为北爱尔兰边界后备方案来争取更多的承诺，释除英国国会议员的顾虑。那么欧盟委员会的主席呢，容克在较早之前形容啊，与英国的谈判有时会流于模糊和不够精确的情况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法国的黄背心。法国已经连续在刚刚过去的第五个周末有黄背心的示威者上街了，但是规模比之前的几个周末要小了不少。首都巴黎的示威者大概是有2200人，那比起上周的10000人也是大幅度的减少。警力和示威者人数的比例基本上是4:1。那警方说，截至到当地时间周末的中午，全国是有33500人上街，人数是上周同一时段的大约一半。除了巴黎，还有波尔多、马赛等城市也都分别有示威者去抗议。当局在全国部署了接近70000的警力，以防各种骚乱。示威者最初抗议的点呢是提高燃油税，其后就演变成对于总统马克龙政府的各项政策的不满。那自从马克龙日前宣布连串的让步措施之后，两项的民意调查显示，支持和反对持续示威的受访者比例上基本上是各占一半。好，那么今天早上带给大家最后一则新闻呢，刚才在跟大家汇报纽西兰方面的新闻的时候呢，也稍微的提到了，那就是全球200多个国家代表同意落实2015年签订的巴黎协定的细节，那么来应对气候变化。那么在波兰卡多维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各国的代表在限期过后呢，继续的谈判，争取达成协议，最终同意巴黎协定的落实的细节。那么大会主席波兰环境部的副部长呢，库尔蒂卡呢，就形容达成细节协议的过程是非常的艰巨的，并不容易，但是已经成功的同意落实数以千计的细节，将整个过程呢向前推动。联合国形容呢，落实这个巴黎协定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最根本的基础，已经有更多的科学数据显示呢，需要有更大的决心来化解气候变化所带来的转变。好的，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8:23。以上呢就是为大家准备的今天早上准备的这个国际方面的新闻。接着下来带给大家的是什么呢？日月光旅游的最新旅游信息，我们来看看。特价特价大酬宾，12月29号出发的南岛6天游特别推出奥克兰往返南岛机票200元。皇后镇的这个湖景酒店迎新年，位置非常的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是302-1983，或者是登录他们的网站www.anzskytours.com。那么日月光旅游呢，澳洲分公司是温馨的提醒您，畅游澳洲唯我独优。全包华语澳洲6天游，每个星期五固定出发。1月23号出发的澳洲9天游热卖之中，行程覆盖悉尼、黄金海岸、布里斯班、坎贝拉以及墨尔本的。日月光旅游的网红南岛8天游豪华大酬宾，龙虾、鲍鱼还有特色的三文鱼，豪华大巴还有洋人开车配备华语导游，报名要重述了。日月光旅游南北岛的循环巴士旅游团是天天出发的，各位想参团的朋友们错过了今天还有明天。盛世公主游轮明年3月26号悉尼出发前往香港，畅游布里斯班、达尔文、越南、新加坡持续热卖之中。明年5月出发的帝王公主北欧豪华游轮团，全程的专业国语广东话领队陪同，特别增加了第二团。日月光旅游的报名热线是302-1983，或者是登录他们的网站www.anzskytours.com。
时间来到早上的8:28，欢迎大家再度回来。我爱纽西兰，继续来跟大家来分享纽西兰方面的新闻。今天早上的一大早啊，不知道是不是巧合了啊。总之那些新闻呢，都差不多跟运输啊、交通有关系。那么接着下来这一则呢，也是如此。政府大手笔，未来3年14亿，要提升全国的包括的高速公路或者是一些地方的一些道路的这个安全水平。嗯。14亿未来的3年，那么为什么呢？其中啊，大家也很能够理解。纽西兰这个国家不大啊，人口不多，游客算是蛮多的。是。那么每一年呢，发生交通意外事故呢，这个死亡的人数呢是蛮惊人。嗯嗯。还里面还包括了这个交通意外严重受伤的人数啊，都蛮多的。那么因此呢，这一次呢，就是说在周末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我们的交通部长，Phil Twyford 是在奥克兰以北的这个 Dome Valley 呢，来宣布这一项消息啊，14亿在未来的3年，全面的提升全国的道路的，尤其是一些高风险，啊，出事率这个非常频密的一些地方，让这些道路变得更加的安全啊，嗯，那么。细节呢，就由我们的这个副交通部长的 Julie Gentle 来说。是的，应该是这么说啊。我们知道，这个道路安全的问题其实不单单是个人司机的问题，很多时候和这个路上的条件也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嗯，那么 Julie Gentle 就说啊，在去年呢，全国有370多人都是死于交通意外事故的，所以安全问题是重中之重。而且我们知道，马上就要开始放长假了，这个就是事故最多发的时期，所以他们这次制定的这样的一个道路的安全网络计划当中呢，有一个目标，就是在2021年前呢，要通过就是增加一些道路上的一些隔板啊，或者中间隔离带啊，或者是那种我不知道叫什么，就是车要降速那种嘟嘟嘟的那个地方，那个叫什么？也就是这样吧，我估计我也不懂了。就是让你降速，不降速它就咯噔咯噔的那个东西 啊，对对对，要加那些东西，用这些措施呢，让将近啊全国的900多公里的公路变得更加的安全。嗯，那么其中涉及到了这个国家级的公路会用到6亿到7亿，还有地方公路的安全改进呢会用到7亿到8亿之间。是，那么在这方面呢 ，Julian Gentle 呢就表示说啊，我们在2013年的时候呢，道路死亡人数呢是253人。嗯，去年呢已经是上升到378啊，那么严重受伤的啊，从原本的2020人呢，增加到2836人啊。他说呢，这个已经是完全是不可被接受的这个数字了啊，这个确实是太厉害了。那么而且呢，他说呢，还有过半的这个道路死亡的这些人数呢，是发生在一些不一定是在高速上，反而是在 local roads。对，地方地区，嗯，地方的这个道路，一般的道路上，那个是叫开放路吗？还是什么？就是到了乡间之后，旁边什么隔离都没有。它有一个叫做 open road。open road 呢，它你说开放路什么意思？就是那个 open road。open road 它不是有一个圆的标志，然后中间有一个黑色一条斜杠吗？嗯，你有看过吗？那种吗？那个叫 open road。open road 一般的乡间那个呢，都一般来说呢，都是在差不多时速在差不多100吧。有一些部分呢会降到80，不过呢也有很多的一些道路，一般我们所平时的这个叫50啊60这种道路啊，也如果发生交通意外事故，当然其中也包括一些行人被车撞。对。那么待会呢还会有在今天早上的有话慢慢说里面呢有一则新闻呢，蛮值得探讨的，就是2名年轻的这个撞死人的这个驾驶者。对。啊，肇事逃逸。嗯。那么可是被抓了之后呢，所面对的这个刑罚呢却是截然不一样，差别很大啊。那么在稍后的有话慢慢时间呢，说时间里面会跟大家来分享这一则新闻的。好，无论如何，在未来的3年，14亿啊，14亿呢来提升纽西兰的全国的这个道路方面的这一个安全，概念上我觉得还是可以支持的。可是我觉得是不是除了要提升这个道路安全之外，嗯，是不是应该提升纽西兰驾驶者的这个水平？对，那你说通过什么方法呢？提高考试难度呢？还是加大广告宣传呢？还是警察多一点去设防？我觉得广告宣传已经是做了很多，我觉得可能在这个驾驶方面的那个难度，可能稍微提高一点啊。其实有些人说现在已经是蛮难的啊，有些朋友认为呢，就是说要一次过的能够顺利的通关的已经非常的难的啊。好。
就是那么一则新闻告诉大家，时间来到早上的8:33，接着下来是半点新闻。万国旅行社新西兰航空赞助以下新闻，万国旅行社一定打折。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这一时段的早间新闻。今天是2018年12月17号星期一，农历11月11。奥克兰的天气呢，今天是晴间多云有阵雨的，那么气温最高25度，最低16度。今天的日出时间是在清晨的5:57，日落时间呢是在晚上的8:37。奥克兰的港口满潮时间是在今天凌晨的3:01以及下午的3:34。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则纽西兰方面的新闻。为了保证 Grace Milan 案件的审判呢能够被公正的进行，纽西兰司法部长 Andrew Little 将会在星期二约谈谷歌高级官员。此前涉嫌杀害 Grace Milan 的犯罪嫌疑人的姓名在谷歌上是不断的被传播，谷歌甚至向用户推送相关的报道，而这位嫌疑人目前他是受到了临时姓名保护令的保护的，这引发了公众对谷歌干预公正司法的讨论。对此 Andrew Little 指出，谷歌的内部核算法呢是自动的选择和推送人们感兴趣的新闻，但是却忽略了这可能会触犯某一个国家的法律，干涉司法的公正。无论是已经发生还是存在着可能性，这都是不能够被允许的。纽西兰司法部将向谷歌方面再次的澄清这一点。一位谷歌公司的发言人曾经表示，谷歌公司不会违反任何的法庭禁令，但是此前他们是真的不知道 Grace Milan 的案件是存在的姓名保护令的。然而 Andrew Little 却认为这样的借口是不足够的。感谢大家收看收听这一时段的早间新闻，接着下来带给大家的是万国旅行社的最新旅游信息。由欧洲找万国，荷兰700万株郁金香等着您来欣赏。由巴黎泛舟塞纳河上，巴黎的铁塔是最震撼的，罗浮宫凡尔赛璀璨辉煌，巴塞罗那的圣家堂，看鬼才高迪的建筑狂想吧。2019年的5月，30天，13个国家，7999纽元起。迷情巴尔干，18天，11个国家，从希腊的雅典出发，看爱琴海圣托里尼的梦幻之蓝吧，巡礼众多世界文化遗产，5999纽元起。2019年的5月，带给您不一样的欧洲。再有呢，订机票也要找万国，各大航空公司的特价不停，天天都有更新。最后带给大家的是墨西哥古巴团探索世界新七大奇迹，玛雅文明，探访电影《寻梦环游记》的取景地，走进社会主义国家古巴，那么寻访切格瓦拉和海明威的足迹吧。明年3月出发，18天，9999纽元起。万国旅行社的免费咨询热线0800116688，万国旅行社一定打折。接着下来带给大家的是安逸金融的财经播报。美国标普500指数收市报2601.45点，纳斯达克100指数收市报6597.50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6046点，日经225指数收市报21288.50点，澳大利亚标普200指数收市报5578.10点。在外汇方面，纽元对人民币买入价4.6970，卖出价4.7964；澳元对人民币买入价4.9619，卖出价5.0650；纽元对美元买入价0.6758，卖出价0.6817；纽元对澳元买入价0.9424，卖出价0.9507。最后是纽元对港币买入价5.2630，卖出价5.3388。以上的外汇汇率是安逸金融的参考汇兑牌价，
具体的交易汇兑牌价请致电0800-377-366安逸金融查询。以上的内容是由安逸金融赞助播出的。安逸金融是根植于新西兰的创新金融集团公司，竭诚为客户提供财资管理、外汇结算、基金管理、移动支付、留学生学费支付、金融 IT 解决方案等产品与服务。创新金融，沟通你我。iemoney.co.nz 0800-377-366安逸金融。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新西兰百伦移民留学顾问公司，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One Visa 签证公司，专业办理新西兰、澳洲签证，电话0937799959。真正新西兰野生刺身，就要找沙巴名牌海产品。要出租找阳光，要租房找阳光，阳光物业更专业，电话0939038883。魔法灯，澳新最大代购服务商，0508661188。3883魔法灯，澳新最大代购服务商，0508661188。好的，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8:50呢，欢迎大家再度回来，我爱纽西兰，再跟大家继续来说说纽西兰新闻。之前呢，这里还是要告诉大家，美惠优家具。美惠优家具呢，是全纽西兰最具实力的华人品牌连锁家具城。那么精品的家饰啊，精品的家私，高雅华，中西荟萃，新颖时尚，客户定制，品质一流，服务热情，价格是特别的优惠。产品涵盖了客厅、餐厅、卧室、儿童办公以及商用家具、工程配套等等啊。那么总品呢，种类是非常的繁多。他们拥有纽西兰家具市场的16年的这个进口销售的经验，服务华人的社区尽心尽力。现在呢，喜迎圣诞。那么新年全场的酬宾大促销，那么最高呢是达到6折，欢迎光临他们的中区的 Penrose 以及南区的 Manukau City 的展示厅。美惠优家具的这个电话呢是0957919188，或者是0926231668，他们的网址是www.aeq.co.nz。 买家具就要选美惠优。好了，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8:52了。说完了美惠优之后呢，继续来跟大家来说说新闻。好，刚才在这个整点新闻里面呢，大家也听到了，就是说咱们的储备银行，又有一些新的动作。这个动作呢，最主要的是希望使到我们纽西兰的这些银行啊，能够呢更具有这个抗压力，是能够呢更加的稳健。要求的这个储备金呢是大大的提高，不过现在还没有正式的开始，现在只不过是一个还要听听这些银行的这些意见的反馈了。他等于是发布了这样的一个公众咨询的一个公众书咨询文件这样的一个内容。那具体的说到的内容呢，就是说建议我们本地的这样的一些银行呢，把更多的利润拿回来，继续来做这样的一个准备金，支持他们在发放贷款的时候来使用。那么因为经过了一轮审查之后啊，他们觉得这个最低资本金的要求应该是提高的，而且至少要提高将近1倍的这样的一个量。那么根据新闻的报道呢，其实一家银行它的这个资金来源是来源在哪里呢？那么根据这个新闻的报道呢，一般来说呢，就股东啊对银行的注资呢少于10%，90%呢都是银行呢向国际的这个借贷机构来进行借贷。所以看了这条新闻之后，我很惊讶，我以为我们没钱是问银行借的，还我才知道9%还是银行的钱，他们是从其他地方借下来借出来的啊。银行跟银行之间呢又有这个他们的一些，比方讲说他们的一些产品啊，相互的这个购买啊，认购啊，这方面相互的支持。银行的这个业务呢，其实它背后的这个系统啊相当的复杂，对外人不容易理解他们是怎么运作的。我觉得更像是他们在玩的一个数字的游戏，是，所以说呢，有时候为什么我们说呢，一个比方讲说一个国家的主权非常的重要，如果一个国家的主权信贷呢是评级是低的话呢，也就表示说这个国家不单只是政府，还包括了可能包括了一些金融的这个产业链，他们在借贷成本方面呢也相对会大大的提升啊。所以一个国家的这个我们叫做credit rating 信贷的这一个评估啊，
非常的重要。那么纽西兰呢，一直以来呢，信贷评估都非常的不错啊，还可以，还算是不错的。OK， 那么基本上这一则新闻呢，整则新闻呢是说到了，就是储备银行要求这些各大银行增加他们的这个储备金啊。那么如果呢，这个储备金达到储备银行的这个标准的话呢，那么基本上是会使到纽西兰的这些银行呢，他们所面对的这一个金融的危机呢，会将之降到每两百年一次而已。是，对，这是他们的一个目标的要求。我们都看不到，至少我看不到，有生之年看不到这个银行的危机哈。好，上一次在这个差不多十年前啊，2008年的这个由这个美国啊这个次贷危机啊发展整个发展出来，我估计很多的银行呢对此呢已经是深有体会的啊，也上了一堂非常宝贵的课。是，虽然这个代价呢还算是蛮惨重的，甚至使到一些国家呢面临破产啊。那么这一次呢，我觉得储备银行呢要提高这一方面的警戒呢，要时不时的去告诉这些银行界啊，风险依旧是存在的，不要掉以轻心的，我觉得还算是蛮好的。因为银行的稳健基本上也就保障了我们一般的小市民啊的这个储蓄嘛，对不对啊？而且根据这个提议呢，最少要求啊这个将近一倍的这个增加之后呢，他们说这个逆议有一个五年的过渡期，完了之后呢，银行的这个预期当中的利润数字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改变。然后要说到的就是他们现在是进入到一个反馈意见的时间，并不是现在就定下来了，然后到明年三月份的时候会看看其他来自其他方面的声音。OK， 好。那么接着下来另外一则新闻，我们抓紧时间跟大家来说说，就是房屋的价格好不好。说到银行呢，我们来看看房屋啊，因为银行呢有很多他们的业务呢就是跟这个借贷有关系的啊。那么一个国家的这个财政稳健，民众们的收入稳健啊，那么房地产的这一个价格稳健，那么对银行来说呢，长远的发展呢应该算是比较积极的。好，最新的根据房地产协会所发布出来的这个全国的这个房屋的价格指数啊，那么整体上呢上涨了3.5%啊，这是在上个月啊，那么比之前的去年的同时期呢来涨呢是增长了3.5%。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最主要就是有6个地区呢是达到了差不多接近纪录性的这一个房屋价格指数的增长，其中包括了威灵顿。是，首都威灵顿，其实首都威灵顿会比较慢。在之前我记得在几年前呢，当大家在议论纷纷奥克兰的这个房价高不可攀的时候呢，其实首都威灵顿呢它的价格并没有做出相对的这个涨幅，还算是比较慢的。可是在我估计在过去一年多的这个时间，当大家呢逐渐的把这个目光呢放到了奥克兰以外地区的时候呢，而且呢近期也不听到首都威灵顿呢是面对很多什么所谓的地震，因为大家有些人还部分还担心嘛，威灵顿这个地震常常是频发嘛，对不对？那么威灵顿的这个房屋的这个价格呢是节节的上涨啊。是，我们来看看，说到6个地区的房价触及到了一个历史的最高水平，其中说到了这个惠灵顿的涨幅更是居然是2位数字的上涨，10%以上了啊。另外小幅下跌的呢是奥克兰和坎特伯雷的房价，看来这个政策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是，那么全国的这一个中间价上涨了6.5%，中间价，达到了575,000元，这是全国的那么一个价格。我们来看看呢，就是说包括了北岛北部地区怀卡多 Hawke's Bay Tasman 以及呢 Southland 啊，都是出现了记录性的这个中间价格的这个增长。奥克兰方面呢轻微的下跌1%啊，这个跌幅并不十分的明显。 OK， 那么当然呢我们也看看呢，就是说这根据房地产协会的这一个他的首席行政长啊 ，Bindi Norwell， 他就表示说呢，他说在这个圣诞期间呢，当然是一个比较多变的那么一个时期啊，因为有些认为呢，可能在圣诞之前，有更多的人愿意把这个房子呢推到市场试试看，能不能够在圣诞之前能够就成功的卖出，要不然呢在圣诞开始之后呢会有一段时间呢可能会比较淡，因为很多人跑去度假，包括了一些买家。那么这个房地产协会的日本是说 First Home Buyers
We're still struggling to get into the property market. 还是有点难以进入到市场啊。对，在这方面还是比较的难啊。嗯、在房屋的销售量方面呢，在刚刚过去的那一个月份呢，跟去年同时期比较起来呢，基本上是持平的。对，没有出现很大的增长。市面上能够出售的房子也和之前一年相比的话，也是一个持平的状态，嗯、比较稳定吧。啊，整体上来说呢，应该还是稳定，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变化啊。那么一些地区呢是表现的比较的特殊，奥克兰方面呢是基本上还是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好的，那么时间来到差不多8:59了，接着下来带给大家的是9:00的整点新闻。好，一会儿见。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新西兰百伦移民留学顾问公司，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One Visa 签证公司，专业办理新西兰、澳洲签证，电话09377-9959。真正新西兰野生刺身，就要找沙巴名牌海产品。要出租找阳光，要租房找阳光，阳光物业更专业，电话09390-3883。魔法灯，澳新最大代购服务商，0508-66-1188。天气变化，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为您带来棕榈喜羊羊特约之新西兰主要城市的天气预报。在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新西兰全境都是一个晴好的天气，奥克兰晴间多云，17度到25度，陶朗加晴间多云，16度到23度，惠灵顿晴间多云，16度到22度。南岛的三个主要城市更是晴空万里，基督城今天晴天，14度到28度，皇后镇晴天，13度到26度，但尼丁晴，16度到26度。星辰为伍，湖海作伴，棕榈喜羊羊假期全新推出南岛七日经典风情游，饱览南岛壮美奇景，感受名城迷人风情，信步浪漫提卡坡，亲征磅礴库克山，夜宿星空保护区，探索壮丽大峡湾，最美皇后镇，共度难忘时光。因佛卡基尔打卡极南之城，更有棕榈独家品味维多利亚贵族风情，下榻百年庄园。详情请咨询棕榈各门店或拨打免费电话0800-287-888了解详情。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新西兰百伦移民留学顾问公司，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One Visa 签证公司，专业办理新西兰、澳洲签证，电话09377-9959。真正新西兰野生刺身，就要找沙巴名牌海产品。要出租找阳光，要租房找阳光，阳光物业更专业，电话09390-3883。魔法灯，澳新最大代购服务商，0508-66-1188。好，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11，欢迎大家再度回来，我爱纽西兰，在跟大家进行互动。有话慢慢说之前呢，这里还是要告诉大家呢，第一东方投资 FE Investments， 第一东方投资老牌金融投资澳洲上市的公司。那么纽西兰储备银行官方授权的非银行接受公众存款的机构，节前最后的机会，锁定最佳的利率，6个月年利率4.8%，最少的存款额为10,000纽元，截止日期是2018年12月18号，也就是明天。单笔的存款额50,000块钱呢，可以获得 Westfield 购物中心现金消费券一张。那么更多的详情，请致电中文热线0800-338-168，或者是访问他们的网站 fei.co.nz。那么另外呢，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呢，那就是这个啊，由这个 Avanda Group 特约纽西兰文化艺术基金会和中华电视网联合主办的2019年的猪年新春嘉年华，在这个1月19号，在西区的 Trust Arena 盛大活动啊，嘉年华的活动呢将从下午3点一直到晚上11点啊。那么各种各样的表演啊，大家也知道吃喝玩乐啊，全部都有啊。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中医的义诊、西医的义诊、牙科的义诊，挺好的。
对，今年有很多很特别的、啊。很特别，很特别、嗯、啊！不单只是卖东西，不单只是卖吃的啊，还有提供的一些服务等等呢。嗯、那么而且有一个大舞台啊，这个大舞台的那他们这个节目从下午的3点一直到晚上的10点钟。对。我们的这个中华电视网的所有节目主持人。都会轮番的上阵，对，这个和往年是不一样的、啊、往年那个演出可能就只是几个主持人，那么今年我们所有的主持人都会有上台这样和大家见面的机会，是啊、这是好事OK， 然后呢到了晚上呢最重要呢这个重头戏呢就是烟花啊、烟花汇演啊，那么每一年呢很多的朋友呢都一直是在这边等待啊，很多孩子们呢也等待，一直等到晚上是就看烟花。嗯，告诉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1月19号星期六啊，那么是下午的3点到晚上的11点，我估计很多的朋友会提早去，是啊，这一惯例了，按照惯例啊，而且每次都是大家一个，因为他这个时间点呢今年的时间也是在这个过年前，那么10天的时间好像是农历的14号还是10几号，是然后腊月天嘛，所以大家也可以置办很多的年货，我们有很多非常有年味的一些东西，特别是什么剪纸啊，或者一些什么春联啊，还有一些这个土特产的产品啊等等，都是欢迎大家来感受一下中国新年的这种气氛。是，尤其是孩子，说到这方面呢，有时候会想到就是说，在纽西兰土生土长的一些孩子们，我们中国有很多的一些传统的节日，对，做父母亲的有些认为有必要，有些认为完全可以没有必要。啊，为什么一定要让他们学习咱们中国传统的啊？就是说，他们是既然是土生土长土长在纽西兰，嗯，那么他们就是一个 Kiwi 啊。那么为什么就一定要规范他们一定要懂得什么端午节啊，什么什么清明节的这些呢？你自己本身，窦如，你最有话语权的，作为一个母亲，你会每一年每逢这些节日都会跟他们讲讲故事啊。除了这个吃月饼、吃粽子之外，你会告诉他们，就是说为什么你要吃粽子呢？你会告诉他们吗？我会告诉，当然我引以为傲，就是这是我就是在血液当中带有的一部分的东西，民族的和传统的。我觉得不论我生活在什么样的地方，这些东西都是没有办法去除掉的。所以，我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如果大家在平时给孩子讲这些，他们可能会觉得什么年啊、什么东西不能理解的话，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时机点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去给他讲这些的机会，因为我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我女儿去参加一个中文的知识竞赛得奖了，然后拿到的礼物呢是这么厚的3本书，一个是中国文化，一个是中国地理，一个是中国的这个文化历史和地理三个内容，然后其中有一部分讲到的是这个中国唐，他说我想看唐朝，我就给他翻到唐朝了。我说你知道唐朝的首都在哪儿吗？他说在长安。我说那你知道长安是哪儿吗？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感动。他说我一个西安人如果不知道长安在哪儿的话，那我还算西安人吗？因为他只有9岁，我就觉得他对于这方面的历史还是有了解。幸亏你没问我，你问我长安在哪儿，我一定知道。哎，这个挺可爱的，就是表示说他也感兴趣。他非常有兴趣，我觉得这点其实每个家里人的这个态度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认为不需要，但是对我们来说我还是蛮注重这一方面教育的。嗯嗯，那你会是我就八卦一下，就问一下，就有一些家庭呢，就是说我们从小是这么教育的哦，就是说有吃饭的时候，嗯，在长辈都做好了之后，孩子才能够开始吃饭。嗯、啊，那么而且吃饭之前呢，就是说要爸爸妈妈啊什么就逐一啊叫大家吃饭，嗯才能够吃饭的。嗯，现在很多孩子已经不这么做了。是，我觉得这个呢，我们家做的不太好，但原因不在我，在那个我的父母们，他们对于孩子就有一点啊，先吃先吃，饿了先吃这样。其实我觉得不是特别好。是是是 ，OK， 好。那么对于教育孩子呢，确实是一项非常大的学问。对，我觉得就是我们赶上新春花市的活动，所有的家长都可以带着孩子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让他认识到，为什么要这个有这个新年的说法呀？新年为什么要放鞭炮啊？它的来历是什么？为什么要吃饺子啊？很多的典故都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讲的是绘声绘色的。而且为什么每一年的农历新年呢，似乎都不一样的日子？啊，这个我就觉得是还不容易说得清啊，我讲不明白的，还不容易说得清啊。那么洋人新年不是1月1号啊，圣诞节12月25号，那非常容易记。可是每一年的
几乎农历新年啊，都是不同啊，这个日子好像都有所不一样。OK， 好 ，Anyway， 这并不是我们今天啊，在有话慢慢说要跟大家探讨的这个主题。不过大家如果真的是感兴趣的话，因为毕竟是接近年尾啊，很多的朋友都已经是开始放假了，嗯，那么或者是已经脑子开始放假了啊，身体还没有，对，身体还在这儿，心已经远了。所以说从现在开始呢，一直到这个农历新年呢，我们可以稍微的放松一点啊。那因为毕竟。从现在开始呢，基本上呢，我们会看到很多的一些啊，包括在政坛上，很多的国会议员也开始准备啊休假了。就国会议员的这个也要进入这个这个嘛，他们叫做这个休会期。国会休会，休会期。那么休会期呢，每个国会议员各自返回他们自己的这个选区啊，回家，或者包括我们总理 Jacinda Ardern 可能会回来这个他在 Sandringham 的房子。啊，在奥克兰嘛，所以说呢，在政坛方面的事情呢，可能会除非一些什么比较重大的事情，不然的话呢，一般来说呢会比较平淡。那么民间的一些新闻呢，基本上很多都会围绕在这个交通安全事故方面。我们也不想到每一天早上都跟大家呢来汇报多少人在交通意外事故这个上升啊等等这方面的新闻。那么总之希望大家呢，就是在这段期间，我们也知道警方呢。在这个酒精的这个检验方面是特别特别的严，对，所以说呢，如果真的是没有什么必要的话呢，你要驾驶的话呢，就千万不要喝酒啊，不要说我就那么一小杯，一小杯完了又一小杯，非常容易嘛，是啊，OK， 好，那么接着下来跟大家说的是这一则新闻，这一则新闻呢，我们的电话是当然为您开启的，在跟大家来说新闻的时候呢，如果大家。欢迎大家的对无论是个国际方面啊，或者是在纽西兰方面的新闻，如果您感到有兴趣，愿意跟我们来进行探讨的话呢，无限的欢迎。电话是为您开启的0957-12936，短信平台0212010998。那么这一则新闻是说到了，在上周呢，我们的卫生部长 David Clark 以及我们的警察部长 Stuart Nash 这两个人共同宣布了。就是说这个政府呢要进一步的打击这个合成大麻，是，那其中特别说到呢这方面的打击力度会越来越大，如果是制造还有供应这种合成毒品的人呢，会面临到这样的一些是终身监禁这样的一个刑罚吗？最高的刑期呢将它提升到这个终身监禁、啊、对，因为他们发现了有两种合成物的成分呢，在大多数的这样合成大麻当中都是出现的，所以把这两种东西呢就列为 A 类药物了、这个都是一些怎么念法它的一些成分吧啊，说到这些成分我们也不理解啊，它的名字是一种成分呢叫做 AMB Fubinaca 啊 Fubinaca、那么另外一种呢叫做五啊一二三至五的五5FABD， 我不知道这两种是什么样，不过把它们列入这个 Class A Drugs、Class A 呢算是这个最高级别的这个违禁药品了，是、那么在这方面呢，因为这两种成分呢是对于制造其他的这种合成的这些药物方面呢，这个合成大麻方面的相当主要的两种成分，而且这两种成分呢、在过去呢也已经是导致了多人的这个死亡有关系的啊。那么我们的警察部长 Stuart Nash 表示说呢，单单在今年因为这个吸食这种合成大麻而导致死亡的人数呢已经是多达52人了，52个礼拜每个星期有一个贫困、平均来说。那么另外呢，在这一次的宣布当中呢，我们的卫生部长 David Kelly 宣布了一个新的级别，这个新的级别叫做 Class C1， 这个 Class C1 呢其实还没有把任何的一个药物放到这个 Class C1 里面，而是这个 Class C1 呢是允许警方呢在办案的时候能够更加的方便，比方讲说这些所谓的这些软性毒品啊，尤其这种所谓的软性毒品，现在呢常常都有一些新的产品出来，有些新的产品出来呢有可能是在海外啊流入了纽西兰，纽西兰的警方纽西兰的卫生部门可能呢还是有待时间来鉴定这些成分，那么在这段期间呢，那么这个新设立的这个 Class C1 呢就能够让警方呢在办案的时候先把这些还不太清楚的这些有可能的违禁药物呢
把它放入到这一个级别，是，这有点像那种我们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因为就算政府在不断的这个禁的过程当中，合成毒品当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它的这个成分一直是在变的，甚至是稍微一点点的这种改动就可以带来致命的一些影响。那因为它在变动的过程当中，那么作为相关的一些卫生人员并没有说这样的东西是被禁到的，所以就会造成一些泛滥或者是大量使用的情况。那么这次规定了一个新的这个 C1 的类别之后，警察就会被赋予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搜查和查封的权利，那么未来的希望能通过这样的管控能够多一些的这样的一个不要这样的一个不好的例子出现了。前阵子我看到有一种新的一种毒品，嗯，叫什么名字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不过它的这一个对于这个吸毒者来说呢，上瘾的这个机会呢比可卡因呢高出不知道多少倍。今年说好多说是那个人在街上都像 zombie 一样那样子，就是因为吸食了某种合成性的东西。对对对对，这方面呢还是比较要重视的。那么卫生部门也表示说呢，将会拨出更多的款项啊，1660万呢，来教导这个社区，希望他们能够学习，就是说尽量的不要吸食这些这个违禁的药物啊等等。那么同时呢，警方呢也有更多的这个酌情权啊。来在他们在办案的时候呢，什么人可以被控告，什么人呢他们认为呢是应该把他送到一些比方说戒毒所啊，或者是一些社区的这些咨询服务呢，能够帮他改造更好，而不是直接的把他送上这个法庭。那么在这方面呢，当然这是颇具争议性的，警察就是警察啊。那么现在你让警察有更多的这个 discretion 啊，由他们的这种酌情权呢来办理，有些人应该是逮捕然后把他告上法庭，有些人同样也是吸食，认为呢是用社区改造的方式呢能够对他更加有帮助。那么怎么去做一个很好的很准确的这个界定，怎么去画一个界限出来呢，这是颇为难度的，难度较高的。前警察部长 Judith Collins， 国家党的 Judith Collins 就表示说，警方就是警方，不应该将警方把它当作这个社会工作者。这个确实是有一点点具有争议性的。不过至少在整个新闻里面，我们看出来，包括了警察部长以及卫生部长的表示说他们要严厉的更加严厉的打击这种违禁药品的流入这个市场，是毒害，尤其是年轻人这方面我觉得基本上原则上还是支持的。好，我们的时间是来到早上的9:25，电话是0957-22936，短信平台0212010998。刚才咱们在说新闻的时候呢，也有朋友想跟我们来进行互动，那么如果我们在说新闻的时候呢，就请你稍微等待一下啊。我们会把你的电话给接进来的我们的短信平台也是为您开启。 OK， 好，接着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一则新闻是 No Limit 这家商店呢，很多的朋友都非常熟悉了。 No Limit 呢，它是在较早之前呢 The Warehouse 是全面的收购了 No Limit。 No Limit 呢怎么了，在上个周末被这个商务委员会我看看是商务委员会还是奥克兰地区法院的商务委员会罚款20万元，是20万 200,000 for misleading customers， 误导消费者。这一家呢非常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这一家基本上是出售，主要是以出售家电为主的那么一个零售商，零售连锁店。它是呢因为违反了8项的这个公平交易法而被这个商务委员会呢提告。是，那么时间段呢是从2015年到2017年的1月份当中。那么最主要呢，我们就不去跟大家细说这8项的这个指控，基本上呢就是说，在面对消费者的时候，当消费者提出了这个问题，客户问题，其中包括了这一个我们所谓的保用期，其中包括了这一个在什么样的情况可以获得退款或者是更换等等，这方面这个 No Limit 呢，它的销售员呢有部分，当然不一定是每一个，有部分销售员呢是
不是错误的引导，而是刻意的去错误引导。是，举个简单的例子说吧，这次被投诉到的很多问题是关于买手机啊、笔记本电脑和家用电器之类的。就如果你在这家店里买了一个苹果的手机的话，如果出现了问题，这个导购员会告诉我，那你就不要来找我们了，你要直接跟苹果的售后部门去服务才行，我们不负责这个售后其他出现的一些问题。而这种情况呢，据消费者协会应该说商业委员会表示，完全是一个错误的引导方向。是，或者这么说啊，是有这个售后完啊，如果呢你有什么事情呢，你别来找我，你直接找这个厂家。对，这是有误导的。因为为什么呢？就是说从某一个方面呢，当然消费者你可以选择直接去找一个厂家。那么当然 No Limit 你作为一个代理商，在纽西兰来说，消费者可以直接就去找这个代理商。对。OK， 其实消费者你有更多的选择。对，你可以选择你要找 No Limit， 或者你找这个直接联系这个厂家也是可以的。对，我觉得第一步其实应该是在销售那里做一些补救的措施，是先开始要做的事情。我打个比方来说。如果你在 Harvey Norman， 你买了台 Panasonic 的洗衣机啊，或者是电视机，那么一般来说呢，你在这个电器产品里面呢，它里面有一个 warranty card， 你填写的时候寄回去，有什么事情你有两个选择，你可以打电话给 Harvey Norman， 或者是你直接打电话给 Panasonic， 都可以啊。那么很多人呢会选择直接跟这个零售商来进行这一个售后如果产品出现了问题的这个售后服务。因为零售商你认为他是他收了你的钱。对。而且呢可能也有一些销售人员呢你比较熟悉更能够可以反映问题。那么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找 Panasonic， 他们可能也会有一个 after sales department 那来负责。不过所以说可是如果你只告诉消费者你只能够找这个厂家而不能够找我的话呢，这就构成了一个误导。是所以说在这方面呢还是做销售的还是比较重要啊，对客户呢要负责。那么基本上大概也就是差不多这样的情况，就因为误导这个消费者啊。那么还包括了这个我比方讲说你就买这个电视机，如果你买了电视机之内，在这个合理的这个使用期当中，如果电视机呢是频频出现问题，你第一次维修不好，第二次维修也不好的话呢，那么其实按照纽西兰的这个公平交易法来说，或者是 Consumer Guarantees Act 消费者保障权益的这个法来说呢，你是有权要求更换整台电视机的。是。可是 No Limit 呢，他是这么去告诉这个客户。这个他们只负责三次的维修，这个你把这个三次的维修这个说出来呢，其实这个也是误导的，这个也是不对的。而且他不会退，他是 credit 给你，你再买一台他们的冰箱或者电视机才行。当然这个也可以，他不一定要退现金给你，他可以给你一个退给你一个 credit 啊，让你再重新去买一台，他不一定要退现金给你。可是如果确实是质量确实是非常有问题，你可以要求退还现金。那么一般来说呢，零售商如果他是看到你这个确实这个产品确实是有问题，他为了维护他们这个零售商的这个名声，他们很多时候大部分的都会我就退现金给你嘛，这种情况你可以去争取。有时候呢在纽西兰的这个消费法方面呢，有很多的是属于灰色地带。比方讲说我们叫做 reasonable usage 或者是 reasonable 合理的这个使用期，合理的使用期的这个规范呢其实还蛮广的。是。还有这次的案子当中有一个我觉得也很不公平，他就说你一个手机如果你使用有问题必须在14天之内更换，然后说同一个问题出现了三次问题之后才能再进行下一步的做法。没有这些全部都是瞎扯。所以说在纽西兰呢，在这方面的这一个保障消费者的权益还算是做的是比较足。一般来说的零售商是会比较吃亏啊，会比较吃亏一点点，不过没办法啊，这就是纽西兰。OK，
好，那么 No Limit 呢，面对这个二十万元的这个罚款，那么他们也表示说，经过这一次呢，上了一堂宝贵的课。嗯，他们呢，在未来啊，尤其是在培训他们的销售人员如何去面对客户的这些种种的这些问题的时候呢，一定会给予这个最正确的这个答案。工作上要有更多改进了啊。是啊。好，就是那么一则消息跟大家分享了。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32了。接着下来要跟大家说的这一则新闻，这一则新闻的估计在纽西兰的这个主流媒体上呢，啊，现在算是怎么说呢？讨论的还算是蛮热烈的。我今天早上还听广播里面在就是采访到这个当时的这个肇事被害人的这个母亲了，嗯，反正应该是今天最近蛮大的一条新闻。OK， 他是这么样的。其实这个里面的内容也不复杂，嗯，说的是两宗，都是因为年轻驾驶者，要不然就是喝酒，啊，要不然就是可能是抽了大麻，嗯嗯嗯，啊，在路上撞死了人，然后呢，却没有及时的停下来，是，啊，我们就是说叫做肇事逃逸吧，对，啊 ，hit and run， 好了。那么后来两个人都当然就是被告上法庭被抓了啊，两名这个驾驶者都非常年轻，一名是19岁的女性，大家现在在视频上呢看到是一位女孩子啊，她的名字叫做 Roxley Lee Rocks 啊，19岁啊。那么她是在今年的5月的时候呢，在北岸的 Ottawa Valley Road， 在 Albany，就是在又喝了酒，然后呢又抽了大麻之后啊，那么就是很在这个路上呢，把15岁的年轻人 Nathan 呢给撞死了。撞了之后呢，他并没有停下来，他而是在16个小时之后呢，才自动的向警方呢自首。对，这是一件事情。他后来呢被法官裁定判刑11个月加重拘留。嗯，再加上250个小时的这个社区服务，不需要坐牢。他是19岁，也就是想表示说他已经是属于这个成年人了啊，19岁，并没有坐监。一条生命，15岁的 Nathan 被他撞死了，然后他只被判11个月的这个加重拘留，再加250小时的社区服务。好，另外一位人士。他是他的名字叫做 Block Cavina 22岁，男子，估计是应该是属于看这个肤色呢，要不然就是属于毛利裔或者是太平洋岛裔的。 OK， 他是在2017年的时候啊，也是撞死了另外一位年轻人啊，那个年轻人的名字叫做 Otoro Hanga 啊，在这个 Ocean Hickey， 我不知道在哪里。那么撞死了他，那么撞了他之后呢，也没有停下来啊，也是逃逸了。那么最后被警方抓到，那么当时候呢，他也是因为呢，就是喝了大量的酒，而且呢，据报啊，他在这个驾驶回家的路上呢，是跟他的 partner 呢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对，他超速呢，超了每小时40公里的这个速度。嗯，那么法官呢是判他坐监入狱4年。OK， 所以说这两个分别是独立各自独立的这个案件，一个被判11个月的这个加重拘留，另外一个被判入狱4年。好，那么我们看单单看这个刑罚方面的这个区别就很大，是区别很大。那么现在呢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到这个15岁的 Nathan 的母亲。也就是呢，刚才我们跟大家说的第一宗的这个案件啊，那么肇事人呢是一位19岁的女子，那么她的名字叫做 Roxley Lee Rocks 啊。那么这个15岁的这个被撞死的年轻人的母亲呢，现在呢就是要收集公众人士的支持签名，是希望呢法官呢要严判这个19岁的这个肇事者。为什么呢？他说你刚刚看到这个22岁的撞死人，他判入狱4年，而这个现在这个大家在照片上看到这个19岁的这个年轻女子，她只不过是被判在家中拘留11个月，就这么简单，加上250的这个社区服务的这个判刑，辛辛苦苦把自己的孩子养大，养了15年，
就给你这么一下子就给撞死了，而你所付的这一个代价也未免太轻了吧。是，那目前这位妈妈的这个请愿书已经得到了大概有7万多个人的签字。其实这个报告呢，我纠正一下啊，因为在昨天呢，在 News House 上面它确实是写7万，嗯，在这个 News House FB 上写的是7000，7000人啊，少了一个零，少了很多啊。那么今天早上呢，我再更正一下呢，是17000人。OK。啊，17000人啊的这个签署也算是很短时间收集的不错了。是，而且最主要我觉得什么事情在社交媒体上激怒了大家呢？是因为这个女子不是被判在家囚禁嘛？然后她在刚刚11月份刚刚过去的这个万圣节的时候，还穿了一身这个橙色的衣服，画了一个那种的鬼脸，然后就发这个社交媒体的照片，底下还写了一个藏好你家的孩子之类的，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她似乎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11个月的家庭监禁是让她去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错误，反而他认为什么事情都没有一样。是，社交媒体上呢，很多人呢就是感到愤愤不平啊，是说这一个19岁这个女子啊，在犯下的那么严重的这一个错误之后啊，虽然她可能当时候事件发生的时候，因为再加上酒精，再加上大麻，可能自己本身意识不清，不过这个错误犯下了，这是撞死人的错误，可是。似乎呢，在接着下来的几个月，看到他在社交媒体上自己所披露出来自己的生活，好像一点悔意都没有。是。那么获得了法官呢那么的轻判，所以说呢，在社交媒体上呢，有些人就是甚至是提出了质疑。两宗案件相比之下，有些人就认为呢，这19岁呢，就是因为他是一名白人。对。所以说呢，法官轻判他，你先看看另外一位22岁的啊，因为他是毛利裔或者是太平洋岛裔的啊，法官就判他坐牢4年，那么就把这个问题呢，也当然也提升到这个种族方面来了。这一件事情现在在这个纽西兰的社会上呢，是还吵得蛮热烈的啊，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嗯。那么当然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跟，我们也没有必要去说提升到这个种族方面的。嗯嗯。可是确实是，你想想看，一个家庭一个孩子养到了15岁，就突然之间被你这种鲁莽的行为撞死了，酒精再加上大麻，我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纽西兰这个国家还有绿党的这些人希望能够提倡全面的这个大麻合法化，吸食完的大麻去驾驶，对你这个驾驶的这个判断力，对你这个驾驶者的这个精神方面的影响，难道大家一点意识都没有吗？好，我们的电话是为您开启了0957-22936，短信平台0212010998。并不是说想从这一件事情方面去引导大家去朝着哪一个方向去想，而是有时候几乎两宗非常相似的案件，嗯，可是得出来的这个判刑却是那么的截然不一样。那么当然，其中有一部分。我们公正一点说，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一个19岁的女子，她是在案件发生之后16个小时自己向警方自首的。哦，对。另外一个22岁的男子呢，他是没有啊，而且呢不断的在逃避，最后呢他是因为不得已的情况之下才在法庭上认罪。是。嗯。而且他们两个超速，女的是超了每小时11公里，然后男的是超了每小时40公里。是。过程有所不一样，可是结局都是一样的，都是导致一名无辜的人是被撞死了，可是判刑方面确实是差得非常的远。喂，早上好，你好，欢迎您。Hello。 哎，早上好，欢迎。啊，早上好。你好，请讲。啊，请你把你这个收音机给关掉好不好？因为这个回音还算是蛮大的。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请你把你的这收音机给关掉，好不好？可以直接说了，好吗？好好好。好，请说。好。啊，我跟你说 ，Hello。正在听，你可以说了。好，啊，我这有事情，我跟你说，我就不会讲话，我不认识，是不是英文不认识中文？我这7月23号，我的钱。20多千块了，我要去欧尼汉啊，我坐这那个66的车，我坐到、okay. 要到那个罗友，我要上。好，不好意思，这位朋友，
我们没有办法再继续跟你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来听您的这个经验，因为我们已经说了，希望大家呢在打电话上来之前呢，就是把你的收音机给关掉啊，不然的话呢我们也是听得非常的不清楚啊。希望呢你再次的打电话上来啊，打电话上来之前呢先把这个收音机给关掉好不好？好，感谢您。有请下一位。喂，早上好，你好，欢迎您。早上好。哎，早上好，是你，请说。就是说看到背后那两个图案，嗯，是电视上，真的啊，都是两条命，嗯，两个家庭的伤害。是。我也看出，实际上好多案子都有种族歧视。白人应该提醒很多白人在吸毒，年轻人，嗯啊，并且他在法庭上真的有差别吗？跟那个黑人，我所知道一些案例，嗯，这个是只是十中之一了，嗯嗯，实际上真的应该大家就反省一下，也是我很支持这个母亲要求上诉，因为他死了一条人命，最起码让他在监狱里边，哪怕他是自由，都要蹲上一年，这样子让他反省。不能让他的连一个忏悔都没有，这是罪恶，因为也挑衅很多年轻人。当你换了一条人命的时候，你应该去怎么面对这个家庭？法庭应该法律再改。然后那个不承认的话呢，我应该就更加重，因为他浪费很多纳税人的资源去了解这件事情，所以呢，这个案也是太轻了，我觉得。嗯，好，留下年轻人就这样子，谢谢，谢谢啊，谢谢。其实我觉得对他刚才这位朋友所说的，其实那一个另外一个22岁年轻人，大家在视频上呢看到右手边的那一个啊，头低者的那一个呢，就是22岁的，他也是撞死人，然后呢后来被警方逮捕之后呢，一直对这个在法庭上也不愿意承认，最后他所以承认的是为什么呢？是可能他的律师告诉说，你承认的话呢，可能在刑罚方面呢是可以有所相对会比较减轻。可是就算是判入狱4年，我觉得还算是真的是蛮轻的，已经算是蛮轻的，对不对？是。何况是右手边的那一位19岁的年轻女子啊，撞死了人，只不过是在家中拘留11个月。而且我昨天在看他的新闻的时候翻过去，说这是这个被撞死人的那个15岁男孩的妈妈开始说就便是轻一点的话，这个女孩一定会就是在家里面她一生都会受这样的一个内疚的感觉。但现在看到根本就不是啊，好像没有，好像现在年轻人觉得呢，撞死人就撞死人啊， too bad， 然后 you're unlucky， 你现在感觉上就是说他们对这个人命，对自己所犯下的这一个行为，你觉得他是一点都好像是无所谓。因为我也看到他在社交媒体上所展示出来的一些照片等等的，你不觉得他，你不会认为这是一个刚刚撞死人的一个女孩子所应该展现出来的那一种就是说无所谓的那种态度？对，你会发现这非常的奇怪。而且我确实是虽然我们在上周我们也知道了，就是纽山这个国家已经是通过了这个药用大麻合法化，可是我真的是非常希望就到此为止，就是大麻药用合法化好了。至于你绿党的一些什么年轻的乱七八糟的说要推行什么这个大麻的这个全面合法化，要在2020年之前获得公投，我真的是觉得在我们还没有完全研究出这个大麻对人的精神状态有多少的影响力之前，是不是应该至少把它就是说先暂时不要推广？可是您不觉得即便娱乐用大麻不合法的今天已经是这样子了吗？对啊，如果你大麻再合法化，那会不会使到这个状况更加的糟糕呢？喂，早上好，你好，欢迎您。喂，哎，早上好，欢迎。啊，我说两个事情。哎，请说。第一个就是那两个交通肇事的这个案子，是现在看来明显的这个19岁的女子判刑比较轻，是尤其判刑以后她好像没有什么悔改的这个，对对对，所以这个我觉着从这个例子上说明，这个大麻绝对不能合法化，嗯，这个合法化了以后这个后果就很严重。是另外我谈这么个事情啊，就是我买了个番茄以后吧，番茄回来一切以后，番茄里边这种子都发芽了，发芽发的绿绿的，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这个番茄还能不能吃？你买的是什么番茄？哦，番茄，哦，番茄啊，啊，西红柿啊。你
你就是说不知道它能不能够吃啊，发芽。里面发芽了。你、我们听听其他对种植比较懂的朋友给我们建议好了。我们来听听其他的朋友对、对这方面有什么一些认识好不好？好，谢谢啊，谢谢您的电话。嗯，韦主少你好，欢迎您。早上好。喂，你好。哎，早上好，欢迎。早上好，你好。哎，行，我想说一些几天前的新闻，行吗？嗯，可以啊，可以啊。想还是说那个 Grace 的事情啊。啊 ，Grace Milan 啊。对，这是昨天报纸在那个社论版有一个专栏作家叫 Paul Little。嗯。那个他写了篇文章。嗯。标题就叫做 Case Highlights Double Standard。嗯。双重标准那个吗、我没有看过那一篇，没看啊，我就简单说一下、他说的很简单，他说评论这个 Grace 这个悲剧这个事儿吧、他是这样认为的，他说这个事儿吧整个全国上下做的确实有点过头了，他说了就过头了，他认为那个同样是凶杀案，就是几天以后在布莱布市一个华人女性对被杀，对，然后呢除了华人媒体就是有报道以外，要就是西方媒体报纸就是很少有报道，很少，也对对，现在是什么，他就认为他是这样认为的，同样是凶杀案，为什么这个凶杀案没有得到关注，那么Grace 那个 Grace 凶杀他是这么说认为的，他是觉得 Grace 得到这么多人是不是因为他的族裔，他的肤色，他的良好的家庭背景，因为他提到了他父亲，这个受害人的父亲是房地产商，开发商，对，那个这个起到作用，把他好像是描述成一个 perfect victim， 你知道吗？就是所以呢，大家就是我看了就是到处都有，惠灵顿也好，哪里好，到处大家都有这个悼念的，各种的这些，我觉得这个是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凶杀案了，那然后总理也出来说道歉、说新西兰是个安全地方，但是你遇害了，我感到 sorry。那为什么这话他不对那个华人女性说呢？是，其实所以说这个记者，就写了篇，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双重标准。然后他说了，再一个他就说了一下，因为很少有西方白人记者敢这么说，西方这个新西兰是一个种族不平等的地方，他点了一下，就是根据数据来说话，在新西兰同样一个罪行，白人如果在法庭上，白人和他用的是比方一个 white 一个 brown， 您就知道了 ，white 就是白人 ，brown 就是可能岛人和毛利人，有色人种。同样一个罪行，白人永远得到比较轻的处罚。相比这个 brown，然后呢，监狱里头永远关的就是这些 brown 的人，永远是数量大大超过白人。是，所以呢，就是潜台词，这意思就是我们这个国家不是一个种族平等的国家。了解。也我基本上也同意您的说法，OK， 好，谢谢您的电话，时间来到早上的9:50，我们必须要进一段商家好介绍，那待会回来呢，有时间呢，我们再来探讨一下刚才这位朋友所说的，挺有意思的，里面有一些问题啊，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新西兰百伦移民留学顾问公司，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One Visa 签证公司专业办理新西兰、澳洲签证，电话09377-9959。真正新西兰野生刺身就要找沙巴名牌海产品。要出租找阳光，要租房找阳光，阳光物业更专业，电话09390-3883。魔法灯，澳新最大代购服务商，0508-66-1188。3883魔法灯，澳新最大代购服务商，0508-66-1188。好，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55，欢迎大家再度回来，我爱纽西兰之友黄慢慢说，时间所剩不多，
有短信，有我们把这些短信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好的，那就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交通肇事的一个话题之后呢，9189的朋友说，这样的法律还叫法律吗？等于撞死人白撞，被撞死的人家人是如何面对这样的痛苦？太过分了。嗯、假如他撞死的是一个动物，可能惩罚的力度都要比这个严重一些。嗯。2308的朋友说，赞同大麻合法化的人都是因为受害人不是他的家人，而且新西兰法律真的是跟不上现在的这个社会了。嗯，另外还有6875说到的是刚才国际新闻法国总理的那一条总统的、哦、嗯 OK 好，我们现场有其他的朋友，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跟让大家来有多点的说话的机会吧。喂，早上好，你好，欢迎您。啊 Hello， 哎，你好你好，欢迎。啊啊，我不会讲话，我没关系，没你慢慢说，我给你听、嗯、我不知道，我有事情我要说给你们听，你不知道你们会接受吗？我们我7月23号我坐车要去奥尼汉雅，嗯，我给他迷到困，就在我在半路他醒起来，在半路就过头了，我要去安泰看呀，就过头，我就再走回来看车站，看没有车站，我就问人，他看我跟我说，他说我就他走这条路可以去坐火车，我要坐火车到安泰看呀。这位朋友，因为不好意思，因为我想问你，可以你把你这个重点啊说出来，因为我们所剩时间不多了。到底是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你可以把这个重点告诉我们吗？简单的去说一下啊，简单的告诉我们吗？简单，我跟你讲，我到了那边，我20多千块就被到那边啊，骗了，就被人家骗2个男，两个女一个男，就是他说你多少钱拿出来，我一点钱，我收了好几年，就是被他骗。就是你有没有去皮包放在报警？你有没有去报警呢？对，我不知道啊，放在我的皮包，他说不要看你的钱，放在我的皮包，我拿回来呀、啊，就没有啊，就我拿回来到我皮包、啊。你有没有去报警？我没有去报警。为什么没有去报警呢？我没有跟我老伴说，我不敢跟他说，他个男的他说你不可以讲给别人听。但难受的，就是我想是老百姓看印度尼西亚或者澳洲 Australia 的 OK 好，我大体上嗯，大概这位老太太呢，可能她是在去 Onehunga 的这个路程之中遇到一些陌生人，这个陌生人呢是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就是把他认为是把他的这个在这个皮包里面的二十多千的2万多，嗯嗯，2万多给骗走了。他到现在为止他还不敢报警，是因为他也不想让他的老伴知道。我在这方面我们真的帮不了你什么，我们只能够说第一时间你就必须要去报警啊。你如果你还没有报的话，不妨严重的去慎重的去考虑一下，先报警，嗯，看看警方方面。那么当然呢，可能在语言方面呢，需要你身边有一位能够懂英语的人啊，去帮你去报案。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呢，可以联系一个亚裔联络官，在这方面他们可能可以给予你这方面的一些帮助。我们没有办法给予你，在这一个时候没有办法给予你任何的一些建议啊。希望你能够明白啊，谢谢您啊。好。我们因为时间上也确实不多了，已经是来到了59分了，线上的朋友没有办法把你的电话给接进来。OK， 不过呢，我们就着刚才有一位听众所说的，就是说纽西兰是一个种族不平等的那么一个社会，我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我是赞成的，而且我觉得，不单单只是纽西兰，基本上在所有的移民国家，只要有多元文化的种族的话，种族区分永远都是存在的。嗯，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事情，种族区分永远是存在的。不过纽西兰是有一套比较完整的法律规范，是引导着大家朝着就是说尽量的种族平等的方式去进行，其中包括了我们刊登这个就业广告啊，就是说你不能够以种族啊，你想要是华人啊或者是洋人这种种族来刊登广告，这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可是
虽然有这种法律规范，可是真正的做起来的时候，种族区分这种情况一定是普遍存在的。严重的程度吗？我不知道窦荣你怎么看，我觉得还好吧。我是这么觉得，其实不单单是安德鲁刚才说到的这个移民国家，在任何一个国家，我们的原居地它其实只要是人和人在一起，它一定会有比较，然后会有一个歧视存在。比如说北京人会觉得其他地方人就是外地人，上海人会觉得其他人就是乡下人，这种不管是不是移民国家，它都是存在的，是难以消除的在意识当中的东西。当然我们不希望这种所谓的这种区分最终会反映在一个法律的体制上。对啊，就好像为什么说这位被撞死的这个年轻人的母亲现在呢是希望公众们能够支持，让他呢能够进一步的上诉，希望呢这个19岁的这名肇事者最终呢能够面对更高昂的这一个代价，就是那么一回事。他就认为就是说呢，在这两个不同的案件里面呢，这个区别实在是太大了，他难以接受。作为一个母亲，我们能够理解。好的，那么时间已经过时，来到早上的10:01了。那么感谢大家的收看、收听以及支持，参与。那么我们明天早上同样时间，安德鲁跟大家再见，拜拜。是的，一会儿我们再见。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新西兰百伦移民留学顾问公司，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One Visa 签证公司，专业办理新西兰、澳洲签证，电话09377-9959。真正新西兰野生刺身，就要找沙巴名牌海产品。要出租找阳光，要租房找阳光，阳光物业更专业，电话09390-3883。魔法灯，澳新最大代购服务商，0508-66-1188。上午好，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以及收音机前的听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我爱纽西兰》。那么在每个上午的10:00到10:30，是由窦荣独自为您主持的最后一段节目的时间。今天我们和您来说说什么呢？2018年12月17号星期一，已经到了2018年年末的最后两周的时间了。到了年末的时候，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一个习惯，就是总结一下这一年来自己的学习、成长和收获，然后再展望一下2019年。无论我们是一个学生，那学生可能就是通过考试的考核来评判你这一年的成绩如何。还有在工作岗位上，我们以前也都会写一些什么年终的总结呀，还有一些述职的报告啊等等。当然现在这一类的事情我们不做了，可是无论是个人还是单位还是任何的地方，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总结性的东西。那么2018年即将过去，我们今天和您简单的来梳理一下，在周末的时候我看到的一篇来自于网络上的文章。这篇文章呢是针对我们新西兰地区所广大的这个普通的 Kiwi， 在2018年一年当中用谷歌的搜索引擎到底搜索了一些什么，进行了一个排行。我们知道目前这个时代已经到了一个大数据越来越发展的非常好和快的时代了，你曾经做过什么很多时候是无法去遁形的。那么在2018年的这一年当中，互联网的应用使我们更多的能够去学到、了解到我们想学的。但是这一年当中，什么东西是最被热搜到的词呢？我们看看啊，今天的这篇报道呢是来自于这个谷歌的一个搜索的排行榜。每天我们其实都会用，甚至是像我在做节目的时候呢，比如说说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话题，或者哪个新闻，我在对于新闻背景不了解的时候，第一时间都会拿出手机来搜索。那我搜索之后呢，可能就会留下这样的一个线索。那谷歌呢，就把这些都全部统计出来，所以得出一个结论，到底新西兰人在过去的一年当中都搜索了一些什么。这个不比不看不知道，我想这个搜索的热搜词当中有一些肯定是跟你有关的，你自己去搜过用过的，但有一些你会发现我们和这个主流社会当中的 KV 所关心的东西其实是有着很大的不同之处的。那今天的时间当中，我们就用这一段和大家一起来看看
即将过去的2018这一年当中，到底哪些东西呢是大家最热搜的，也就是 KV 们最关心到的内容。我们来看看这个排行啊，有没有哪些是我们自己也搜过或者我们所关心的。排在我们不用倒序啊，就用正序的这个方式来看看吧。排在第一位的是关于2018的足球世界杯，这个出来之后，我相信很多朋友觉得哎还是蛮亲切的。虽然在新西兰呢，大家喜欢的这样的运动方式是这个橄榄球，可是在2018因为赶上了这个四年一届的世界杯，所以关注的人还是蛮多的。那么在谷歌的搜索排行榜当中啊，这个世界杯是排在第一位热搜的。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呢，是国际足联的第21届的赛事了，然后是6月份，大概也就是半年前吧。可是我有一种感觉，好像这件事情发生在很早很早以前了啊。6月14号到7月15号是在俄罗斯举行的，那么这一届的俄罗斯境内的比赛也算是世界杯首次在东欧的一个国家来举行了。五大洲32支球队参与到了比赛，除了东道主俄罗斯自动获得参赛资格之外，其他的31个队伍都是这个通过预选赛来取得资格的。那我们大家最关心呢，像是这个原居地的这个中国啊，或者是这个新西兰当地呢，都没有获得参赛资格。当然这个大洋洲没有赛区嘛，所以澳洲和新西兰都是被拨到这个亚洲赛区了。也挺不容易的。我想了一下，如果新西兰也想参赛，然后中国也想参赛的话，那估计只能是世界杯在亚洲办，然后这个举办国呢最好是3国联办，一下把3个名额都用掉才有可能出现，比如说朝鲜、韩国和中国同时举办，哎，这样的盛事才能可能出现啊。好，这个就是热搜榜上排在第一名的。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谷歌搜索榜当中在2018年排在第二的呢，就是 Stuff News。 这个和你想到的可能有所不一样了。新西兰的这个主流媒体当中，大家关心到的有什么我不知道。我觉得能听我们节目看我们节目一定是对936我们中华电视网比较关注的，我们可能是您吸取新闻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来源点。那其实在主流的媒体当中呢，那些媒体很多，网站也很多，可是在去年的一年当中，你知道 KV 们用到最多的一个搜寻的网站是哪个吗？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Stuff。 Stuff 据统计呢，在刚刚过去的3个月当中，一个季度里面平均就能吸引210万的独立用户。那么紧跟其后的呢，是这个新西兰的先驱报和先驱报的网站，他们吸引了172万多的独立用户。这个算得上是这个新西兰媒体当中使用到的客户最多的了。其实在新西兰呢，综合的大型的提供新闻的一些网站，那么几家其实我每天也都会看到，因为我们的新闻很大一部分来源是来源于主流媒体的。我们和大家介绍到，除了这一年当中排在最高的，很多人是拿 Stuff 来选新闻之外呢，还有新西兰先驱报旗下的这个先驱报的网站，还有这个 TVNZ 国家电视台的网站，还有这个 RadioNZ 广播电台的网站，以及 NewsTalkZB 这个是 NewsTalkZB 旗下的网站。另外呢，还有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我们中华电视网，我们顺便也推一下。除了那些主流媒体的英文网站之外呢，如果大家想看到一些相关的每天的最新的新闻的话，我们自己的网站上也会有，有我们自己采编的新闻，还有我们来自于主流媒体的翻译新闻，大家都可以看到啊。好，这是排在第二位的，刚才我们所说到的 Stuff 的新闻是关注度最高的。接下来说到的这个搜索榜上排在第三位的这个标志，您能看出来什么吗？ Commonwealth Game， 我们翻译过来应该是英联邦的运动会。对了，英联邦的运动会呢，也是每4年举行一次。哎，2年还是4年？好像是4年举行一次吧。这个时间呢，在刚刚过去的是今年的4月份举行了，在黄金海岸。新西兰队这一次的战绩非常好，所以在这个搜索榜上，新西兰当地人是排在了第三位的搜索量。一共获得了46枚奖牌，15枚金牌，16枚银牌和15枚铜牌，所有的参赛国当中是排在第5位的，
这也是我们成绩最好的一届啊。那么这次呢，新西兰一共是派出了253名运动员参赛，131名男子和122名女子。英联邦的运动会对于英联邦的国家来说还是蛮重要的。我们这张照片看到的呢，就是我们的总理杰森·阿登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去到了黄金海岸，参与到了这个运动会的开幕式当中。那么这个运动会呢，是创立于1930年，每4年一次，本届已经是第21次了。那么新西兰也是每一次都会参与其中。我忘了查资料，不知道新西兰有没有举办过英联邦的运动会，好像除了这个我们说美洲杯以外，我没有看到我们举行太多的这个国际性的赛事啊。希望有一天，别说这个奥运会了，如果我们能把这个 Commonwealth 的 Game 来举办一下的话，也算是城中盛事了。大家还是蛮关注的，排在新西兰的 Local 的搜索榜当中第3位的世界。再来看第4排啊，这是下一届，2022年是在伯明翰，英国的伯明翰来举行英联邦运动会。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排在第4位的本年度的搜索榜单当中的是这个 Census NZ， 就是我们的人口普查。人口普查呢是每5年来举行一次，由新西兰的统计局来办，算得上是举国关注的一件大事了。那么上一次呢是2013年，这次是2018年。人口普查呢其实并不像大家想的那么简单，就是说统计一下现在新西兰到底有多少人口，清点一下人头。其实他希望通过这个统计的数据之后呢，要折射出来新西兰目前的经济啊、文化呀、以及族裔的各个方面的信息。所以统计今年是在3月份举行的，可是在3月份之前，应该说进入到2018年之后，我们就通过各个渠道再给大家宣传这个人口普查的一些重要性。因为当我们了解到了新西兰的整体的不同的社区人口的这样的一个分配之后，才能够进行更多的资源分配。简单点说吧，就像是国家财政要有一块蛋糕一样，你分给哪个城市多大的蛋糕，哪个城市多大的这种财政比例，完全是看这个地方的人口的这个稠密度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去做人口普查的统计，最后没统计到你所在的这个地区有你这么个人，有你这样的一个族群的人的话，到时候分东西的时候可能就分不到你的，所以是直接关系到自己的个人利益的。那么5年一次的结果，今年有点奇怪的是，统计的结果一直没有做非常明确的一个公布。据说是因为今年我们把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精力转到了通过网络来进行。在2013年的时候，当时还是用纸质的统计比较多，大家记得吧？那个志愿者的人口普查员会到您的家里面，在当天去统计你们家的某一天的当晚是有多少人住，什么样的一个状况。那么后来呢，也是为了减少这个作业当中的麻烦，就全部改成是希望通过网络来进行。今年大概是占到了70%-80%的比例都是希望通过网络来完成的。但是后来他们发现有一点呢，就是网络完成这个虽然说是必须要进行的，不进行就会去罚款等等，但还是执行的力度不够高。所以到目前为止呢，统计局还在做这个总结的工作，到底为什么今年的这个人口普查率不高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在这儿也是算得上是做一个宣传吧。5年之后我们再进行人口普查的时候，希望您无论是通过这个书面的方式还是通过网络的方式，这件事情都是要做的，千万不要错过了。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再和大家来说一下2018年的谷歌搜索率当中新西兰人到底最关心什么。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以及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回到《我爱纽西兰》。那么在2018年即将结束还有2周的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总结一下2018年谷歌搜索当中新西兰本地人到底最关心些什么。刚才的时间里呢，和大家说了排到前4位的，相信大家听起来
应该都不陌生，但是很多和我们的关注点还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大数据时代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数字的收集和比对之后，知道我们关心的到底是什么，也能够认识到这个社会上的其他人的关注点是什么。排在第一位的呢是世界杯的俄罗斯的世界杯足球赛，第二位的呢是搜索新闻，大家用到最多的是 Stuff 的 News。这个真的和我们可能很多朋友想的不一样，所以以后也不妨去看看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啊。另外第三呢是在黄金海岸今年四月份的这个 Commonwealth 的英联邦的运动会关注度也很高。那第四位呢是 Census NZ，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人口普查，五年一次的人口普查，这都是今年最重要的事情。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榜单当中，谷歌搜索排在第五位的是什么呢？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灾害的现象，叫做 Gita，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应该说啊，从去年到今年，极端天气是越来越多了。我记得去年夏天新西兰说进入到了历史上一个最高的一个极端热的天气，在南岛的有些地方这叫什么温度计都爆表了，但是在北半球呢却出现了像这个美国很多地方都冻死人的一些情况。那么同样的反言之呢，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去年的夏天的时候呢，新西兰的这样的一个也是受到了极端天气的影响，有一个夏季这样的一个热带气旋 Gita 在二月份的时候不断的靠近。我们来看看 Gita， 大家还记不记得它是从汤加出来的。通常我们说这样的热带气旋它形成以后不是在慢慢的这个旋转的过程当中会变得越来越小吗？但当时这个吉塔呢是通过汤加出来之后呢还变得是越来越大了，然后一路通过南太的这个地方画了一个线，画了一个弧，结果扫到了新西兰，是通过新西兰的这个西海岸登陆，然后穿过新西兰的境内。当时造成的这个大雨直接影响到陶朗加地区，陶朗加地区的很多的这个地方，陶朗加有一个地方，它是在这个前面是海，后面是湖，据说这个中间的居民的那个整个洪水暴风过境之后，水位线上涨，全部都淹没其中。然后对于我们城市一般生活的人带来的结果就是什么西红柿啊、土豆啊，还有一些平时很容易吃到的水果和蔬菜都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供应紧张的局面。所以你看这个天气极端现象可能和人为的这些行为也都是有关的，所以我们在今天也提醒大家，未来还是要关注到这个天气的变化啊，所带来的一些问题。好，时间的关系我们来不及说太多了，继续和大家说一个吧。这个不知道您知不知道，我们给大家看看图啊。这个 Fortnite 你知道吗？这个是在新西兰的这个谷歌搜索榜当中排在第六位的。不知道的朋友没关系，我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其实我自己也是昨天晚上才知道的啊。这个是一个免费下载的游戏，和很多我们华人的朋友喜欢玩的吃鸡游戏是基本一回事儿的。叫做翻译成中文叫做《堡垒之夜》，大概也就是说，是美国的一个游戏公司开发的，就是我们玩的一个手游，然后就是可以到这个一个地方生存游戏吧。就是说你空降到一个小岛上，然后大家开始展开那种大逃杀，每一局呢是100个玩家，然后降临到一个小岛，然后开始生存，大家互相杀杀杀，就是这样的一个游戏。特别受欢迎。之所以我们玩的不多的原因是因为它跟吃鸡不一样呢，是它还有很多的那种是需要建筑类的。因为吃鸡游戏不用建筑，基本上就直接是这种只是杀来生存就可以了，但这个游戏呢可能还是需要一些除了切磋以外呢还要建立自己的防护的堡垒啊，还要采集木头、金属和砖瓦之类的，所以和我们的游戏点是不一样的，但它依旧是新西兰人在去年一年当中最爱玩和最爱搜索的游戏。好，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和您讲到的就是谷歌搜索榜当中的前六位。那么其实还有很多有趣的人和事件，我们会在周三的节目当中和您一起来聊一聊的。所以大家如果想知道 KV 们关心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事，和想要了解他们关注的是什么样的人的话，我们周三再会了，拜拜。